更多美国纽约的伙伴跟我们一起使用西之蜜，让我们可以零底妆也可以亮丽出门哦。希望纽约的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我们也期待纽约开始未来大爆发。是全美纽约西之蜜大使海选交流会的现场，
我们仅代表 Super 体系的团队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欢迎。今天的美丽交流半决赛主要是让现场每一位朋友更了解全美世界西之蜜的产品优势跟魅力，并且今天的佳丽们会展示他们的肌肤蜕变，让连底妆的旋风在纽约，在整个美国成为一个风潮。是的，全美世界是在1990年由范文媚博士与陈丽蓉博士所创，创立于新加坡，也是新加坡唯一一个上市的直销公司。它所有的产品呢，都通过瑞士 SGS 严格的检验，通过了360种的西药检测，4大重金属、5大微生物、10项类固醇、激素检测。最重要的是呢，全美世界每年重复送检，不用担心是过期的检测报告哦，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保障。原本我也以为西之蜜到底是什么特殊的产品，可以让各种肤质在每一个人使用过后都能够素颜出门，不用化妆。但是事实上，它只不过就是10支产品加上1个星期1次的拉布洗脸，不用分一堆的肤质系列，只是使用不同的配方哦。对啊，西之蜜不是配方，而是依据我们脸部肌肤的需求去调整所有的使用方式，并还原我们健康的皮脂膜。而西之蜜最厉害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基础好转后得到自然的光彩，追求内外和谐，希望每一位产品使用人都能由内而外的健康美丽。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湾全美大使吴少麟老师以及肖志月老师来担任我们的西之蜜纽约大使海选交流会半决赛的决评审，欢迎吴少麟老师。吴少麟老师曾经是一位服饰店的老板娘，加入全美世界至今，伞下已经拥有全球12万的会员哦。家人，各位密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是 Marvin， 来自新加坡。那大家都是因为西之蜜而来的嘛，对不对？啊，就带把一些西之蜜的好消息带给大家。好，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西之蜜是来自于新加坡。那其实西之蜜一直以来啊，在新加坡都获奖无数，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奖项。哎，不好意思。我要来讲重大的事情，一边吃耳朵要打开，谢谢。OK， 所以今年西之蜜在新加坡再次获奖，我们获得了精致品牌奖、最受欢迎品牌奖，也成为了新加坡护肤品牌的第一名。好的，是我们从原物料到半成品到成品，层层关卡。都会送奖，最后我们送到 SGS 全球认证的一个机构去检测，确保每一支产品都是符合我们的标准，才送到各位蜜友们的手里。OK， 好，厉不厉害？那我也不多说了，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今天大家很有机会，就是见证到各位蜜友们在纽约使用西之蜜的见证，好不好？谢谢大家。又是什么产品呢？让我们现在欢迎美丽的评审老师之一肖志月老师上台来为我们解说。
等一下听到谁喊最大声有小礼物 ，OK 吗 ？OK 吗？好，各位美丽的纽约的宝贝们在这里，大家晚上好。我刚刚有看到跟我互动最强的，吃了会漂亮的胶原蛋白粉，睡前一条哈、哦，还有我看到这位白色的女，这应该是西之秘密友用了非常久的美女哈、哦，对，好，沈佳来，好啦，大家好，我来自台湾，那我姓萧，智慧的智，月亮的月。过去已经有5年的美容之力，那我在使用这套保养品已经有10年之久哦，该不该给我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帮我们做到这样把关，连孕妇都可以安心使用。再来就是十项类固醇，也是帮我们严格把关，不含这些的用药物在我们的产品当中，所以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用得非常的安心。先从一般的洗脸开始，那我们的洗剂呢是透明的，而且是凝胶状的，那它里面充满了丰富的维生素 C， 所以我光洗一次脸，脸就会亮一度。那我们只要需要用到我们的双手搓出，用中空果胶的原点搓出泡沫，就可以帮顾客的脸洗净。这是我们帮顾客第一次的清洁，就是退红很多，而且提亮很多。这边还是暗沉跟蜡黄。好，那等一下我帮姐姐用一个最关键的，我们的奇力布，它的皮肤的拉提度效果就会明显差很多。细纹立即做。再来，我们里面有一个红花，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所以呢，姐姐擦上去，它会立即吸收我们的防晒。那我们的防晒呢，它是物理性防晒，兼具我们广效型的防晒，它是可以有效的帮我们隔离光害、有害物质的攻击。我们常常讲的就是热能等等，它是可以帮我们做到有效的。一个掌声好吗？上一次我来纽约的时候，就看到开始使用产品的你，皮肤一年一年的不一样的蜕变，跟着期待。那当然，如只是保养品，擦的保养品不是这么简单有效的。擦的保养品可以帮助到我们80%的肌肤漂亮。等等等等，我是不是要拍照？好，来拍照来。千万不要在很忙的时候吃，好吗？就是放松的时候喝，这会让你很顺畅。好，那我们拍一张照，给你，谢谢，来拍一张照。我们的佳丽走秀即将开始，今天入围的佳丽公司会提供住宿和机票。到加拿大多伦多能够参加总决赛哦。我们今天评分的标准是皮肤状况40%，台风20%，语言表达20%，全美产品的知识是另外20%。现在我们有请一号选手进场。我们一号选手冰西呀。然后我觉得助颜呢，它是可以冻美容，跟抗老，还有很多的胶原蛋白，所以你看我的皮肤就知道我没有打破的。然后真的是冻美容，你看不出我是几岁。坐下给大家看看你美丽的肌肤哦。前
前呢、啊，我的脸很多那个叫什么肉芽，因为我是用那个粉来把，就是遮丑，想遮丑吧。然后化妆，对对，就化妆嘛，就拿来遮丑。那肉芽，然后现在我的肌肤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改变很多，所以强力推荐四之蜜。我们谢谢自己的分享，一起下谢谢亮亮的走秀的现场，大家看看美丽的肌肤。下台要走秀哦，请走到评审前面，来看看你的礼物，来帮我们讲解。
你们有没有已经看到产品有皮肤非常大好的改善，有敏感的改善，甚至有痘痘的改善，甚至还有擦到不用上粉都可以这么漂亮。所以今天大家一定想说，哇塞，都已经做了一小时多也吃了，对不对？到底这组保品怎么买，对不对？我很想要入会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 PPT 好吗？我真的想要用看看，我要在过年的时候跟那个亲朋好友见面的时候，大家怎样，哇，你怎么越来越年轻，怎么现在都逆龄了。来，大家看，今天把这个码用手机拍起来，因为你要有这个码你才能入会。手机赶快，而且不分男女老少，只要你想要年轻赶快拍哦。那如果说我都已经五六十岁 A6 可以吗？更好，因为这是 A6 的话是抗老化的产品，而且在我们纽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非常觉得非常保湿，而且不会让你干痒。因为你想要越用越便宜的话，今天刚好，因为我们只有这个美丽交流会才有办法大放售，所以你今天已经是会员的才可以买这组哦。这的话是$550，好，那大家等一下就赶快跟你的推荐人讲。那接下来下一页，这个大家看到仪器定位$1000，对。就可以半价买这支仪器，那这支仪器是$334，你知道，也在这11年的时间，64个会员帮我分享了12万家的分店，也让我开发出16个国际市场。所以一开始我也以为我只是在擦一组保品，却让我跟全美世界这个集团合作，也让我的事业开发到16个国家。所以在座的大家。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今天想要变漂亮，可以选择越用越便宜。那如果你想要越用越便宜，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女人，成为一个手心不用下场的女人，而且成为一个很有成就感的女人，可以把这组保品越擦越划算，把它擦出你的市场，擦给你的每个闺蜜、你的亲朋好友都跟你一起使用啊！你们都太谦虚了，好。因为我们其实如果真的没有入围的话，也不要觉得气馁，因为还会比赛，你可以下次再来比，比到下次变总决赛去比好不好？也真的，台湾有一个女生超想要上台，第一次没有比到，第二次又来比，第三次又来比，真的不要选到，你知道吗？哪两位呢？就是我们的5号，以及我们的7号。的第一张哎，未来纽约可能会爆发200人、300人到500人哦。来为我们颁发奖项。33号有没有？33号2次。恭喜恭喜！不要害羞，请上台哦。017。怎么这么他的老婆的。
家有获得一些心得，然后对产品的了解跟认知。那你们回去之后呢，我相信现在应该很多人很想入会吧。有需要的朋友请找一下你的介绍人推荐人，然后跟他联络。Thank you.
Thank you.